經過審核之後咧，我哋喺單位裏邊咧發現大量嘅懷疑改裝過嘅獵槍，總共係搜獲到11支嘅長槍、4支嘅短槍，同埋一批武器嘅，包括有一支新式警棍同埋軍刀等等，同埋另外都有大量嘅槍械嘅配件。行動之中咧，我哋拘捕咗一男一女。他的關係是非事關係，男的是31歲本地男子，女的是33歲一個本地男子。由於我們相信部分的改裝的槍械是超過2500，所以我們以無牌管有槍械和管有違禁武器將兩人拘捕。我們仍然是調查緊這兩個人藏有這麼多支槍的目的是什麼，有關檢獲的槍咧，稍後都會進一步咧拎去軍械發展科度咧，進行進一步檢驗。